大家好，我是富马的电子工具的工作人员之一。现在教大家如何调整轨道的大小。我们先演示一下，取料螺丝钉怎么使用。螺丝钉就是电坯顺着 V 型槽插下来，对准螺丝拉出来，然后去上产品。现在是我们现在用的螺丝是 2.5 的，我们先把它换成 3.0 的轨道来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首先需要把锁住轨道的螺丝拧松，就在这个位置 V 型槽与面板中间有一条缝，然后螺丝在左侧这一个黑色六角螺丝拧松，拧松之后轨道就可以拉出来一半的了。然后的话呢，接着把右舱料门打开，这个孔伸进去，里面有一个黑色六角螺丝的，顺时针方向是打开右舱料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内部，舱料门就在这个位置，轨道的右侧，顺时针方向拧，它就可以打开。还有一个上舱六门，垂直插下去可以，也可以对准一颗黑色六角螺丝，然后顺时针方向拧，就可以拧开，拧到轨道可以拿出来了，就是舱六门完全打开了。接着，轨道根据螺丝的大小来调整它的宽窄。一般螺丝是 2.5 的话，那我们就要调宽到 2.9 或者 3.0 之间。如果是 3.0 以下的话，一般调大概是 0.3 或 0.4 毫米就可以了。如果是 3.0 以上的话呢，一般调大个 0.5 左右的缝隙，让螺丝可以顺畅的排列出来。这个每一片是 0.6 毫米，这两个厚的垫片呢是 1.2 差不多，薄的垫片呢是 0.2 毫米。好，那我们先要调 3.0 的轨道，就也就是说适用 3.0 螺丝的，两个 1.2， 两个 0.6， 1.2， 2.4。舱料盖，螺丝舱料盖后面有垫片备用，还有一个挡料钩备用的。好，我们先两片厚的，再加本身配好的岔开的垫片。先3.0螺丝，我们调好3.5的轨道，前后位置调一致大小。如果没有卡尺可以精准的测量的话，那我们就是说调好螺丝刚好可以在轨道上面顺畅的移动，那也可以的。如果说太紧的话，就必须要调宽一点。那现在是 3.0 的螺丝，螺丝可以顺畅的在上面移动，那就是正常的了，可以的了。我们把轨道装回去，装回去的时候轨道要按到最底面，然后把锁住轨道那个螺丝拧松拧紧锁紧，然后把刚刚那个步骤右舱料门关上。右舱门关上的时候要注意看着里面，右舱门不要顶到轨道，因为震动如果震动的时候给顶住了，那震动的话效果就不佳，
所以右侧内门关上的时候，要与轨道之间留一条缝隙。上舱六门的话，如果是小螺丝的话，最好是关上。如果大螺丝的话就没关系，上舱六门主要就是说螺丝不要往机子里面跑。等一下，我们到了具体位置再来展示一下，先关一些。好，先我们螺丝倒进去。螺丝机倒进去之后呢，现在螺丝就正常排列出来了。我们首先第一步，当刷子停在右侧的时候，停在左侧的时候，我们把它关掉，然后的话，刷子可以往这边翘起来。首先要拧松刷子上面的两颗螺丝，然后调整刷子的高低，刚好在螺帽上面，挨着一排挨着是最理想的。这样的话呢，横放着的螺丝就可以把它给扫掉了。刷子很关键的，根据螺丝的螺帽高低，把刷子的调整到螺丝的上面一排，这样子高了的话呢，就螺丝横放着的会扫不掉，低了的话呢，就螺丝会被顶到，然后刷子扫不过去，所以调整到螺帽上面刚好就可以了。刚刚调的这三颗螺丝，是调整 V 型槽的左右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螺丝大小，取料的位置，然后来调整左右，还有高低，还有上下。这两个螺丝是调整 V 型槽的前后的。这边两颗螺丝，还有这边两颗螺丝，左右各两颗，四颗螺丝，这个是调整 V 型槽的高低的。刚刚那个步骤呢是调节轨道的大小，那现在的话呢是就是说有些客户他的螺丝如果说取料的时候位置不够精准，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螺丝调整这个 V 型架，那你取料的时候就更方便，可以顺着 V 型槽插下来直接拉，这样子取螺丝速度是最快的，效率是最好的。如果说振动力太大的话呢，我们可以调小一点。右侧一排有三个孔位，第一个孔位呢是调振动力大小的，第二个呢是调节振动延长时间的，第三个是调节转轮延长时间的。我们现在顺便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内部结构。刚刚我们调螺丝机打开右舱六门的时候，就是我们从外侧插进螺丝插进来，就是刚好这里这颗螺丝。然后这个呢就是右舱六门，右舱六门关上的时候呢，就是不要顶到轨道，这里要留一条缝隙。然后从面板垂直插下来的话，是对准这一颗螺丝，这个螺丝是打开上舱六门的。先打开状态，关上的是这样子，逆时针方向就是关上。特别注意的话，就是右舱六门不要顶到轨道。然后这边是对关感应器，这个是触发感应器。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个这个蓝色定位器呢，是调节光感的大小的。螺丝机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